小鹿，你在干嘛？怎么到处找不到你啊？哎呀，先不要说这个了。怎么样，戏忙，试镜还顺利吗？一塌糊涂啊，不过现在不一样喽，你们听听看。听到没有？阿月，我要想看西蒙现在这个样子，你帮我用手机录下来好不好？哦，好好好 ，OK， 拜。为什么要说对不起啊？你谈得很好啊，嗯。你知道这个小孩从来没有正式学过弹奏技巧跟乐理，你难道听不出来吗？真正有音乐天分的人，需要机会的人是他，已经不是我。开心啊，喝几个来了你啊？因为开心。哦，那我告诉你，爸爸今天也开心呢。啊，瞧瞧，你的病情一切都在控制中。我就知道搞定。爸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不会那么容易被打败的。喂，副导，不好意思的，忙就到了。啊？好，谢。好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知道了，快点啊，导演。阿月说他和郑希墨正在路上，马上就赶过来，要我们等一下他。等他们干什么呀？等他们来吃夜宵吗？这么多的人没一个能用的。施工。这是谁传的视频？对不起，我只是想要试看看。你马上把郑希茂给我找来。希茂。现在就得意啊，啊！导演只是找你拍广告，到时候拍烂你就更惨。去，到时候拍了广告上电视，婆婆就看到你了。弹钢琴是一件开心的事情，好好跟婆婆讲，她不会生气的。嗯，走。
回来。婆婆，你好。哦，你是那个吃辣椒不吃亏的。啊，我叫陈月，我在广告公司上班，这是我名片。哎，你跟广告公司的人在一起干什么？我去拍广告了。啊？因为我们那个公司刚好要一个会弹琴的小孩，然后导演挑中细毛。哎呦，细毛又不会弹钢琴。我陪吴建文去学钢琴，在旁边看，也就会了一点点，只是好玩的啦。因为细毛不是儿童明星，然后他弹琴也不是科班出身，所以广告费可以省一点。哎，你们大公司的不能以为我们是卖这个煎饼的就欺负我们啊！要细毛去拍，那就得有诚意，不然我们细毛干嘛浪费这个时间？当然当然，婆婆把细毛教得这么好，我们一定要好好对待细毛的，对不对啊？啊、嗯？对。广告费到底多少钱？小姐，这杯酒算杂兄弟来请你喝的，怎么样？出来喝酒，大家都是交朋友嘛。小姐一个人在这边，咱兄弟俩陪你乐呵乐呵。呀，两个男的硬要跟我说话，还过来碰我，我吓得一直跑，我不知道自己在哪里，这里好黑，没有人，叫阿月去接你。我不要他看到我现在的样子。